边可以拉，你看我直接马上拉下去，它就把你用，你就不会驼背的那一种，你不会让坏人过来哟。大家好，我是国小四年级的王希磊。要开学了，我赶快来整理书包吧。但是我以前的书包太重了，我每次背的都好累哦，所以我妈妈帮我买的 Gargoods 快乐背书包，它很轻，而且颜色也是我最爱的粉红色。然后我们先把书粉放进去吧，把最薄的先放这边，然后剩下的都放这里。然后这边有一个拉子，你可以直接从这边往这边这样子放在这里，然后再把彩色铅笔放在这里，再把消毒巾、卫生纸的东西放在这一边，然后再把它关起来，它是磁铁，所以它会自己粘住。然后再把雨伞放这边，如果太小的话可以拉拉链。然后这边是放水壶的，然后这是我很重要的零用钱，那我把它放这边，这样子不可能会不见，因为这个拉链很紧。那我们把它放进去，而且还有很大的位置，所以你可以放很多。那如果这已经不够的话，下面还有一层，这边。你看哦，这个亮亮的东西在晚上的时候会发光哦，所以如果你在暗暗的地方走的时候，不会被撞到车就会怎样。那如果你在黑暗的地方，你也可以用这个手电筒，你就可以安心的在路上走路了。偷偷跟你讲哦，这个软软的垫子是像说在按摩一样，它这边很多痘痘都是有缝隙的，所以它都可以把汗流都流进去，都不会很热，可以把它先扣起来。然后这个哨子你不会让坏人过来哟，坏人就不会来。然后这个背的不会让你肩膀痛，因为这个扣起来的时候，它走路的时候它就不会把你弯下去，所以你就不会习惯驼背的那一种。这边可以拉，你看我直接往上拉，这个就直接往上了。然后这个如果你把它用太长的话，你可以把它卷卷卷卷，直接把它套过去，像套子一样。然后妈妈说这种是 X 型背带，所以这个很好用啊，是 S 型的哦。如果你长大的话，你可以用 U 型的背带。我以前的书包呢，它撑雨伞的时候都会撑外面，因为它太大了。但如果用现在的书包的话，有颜色的地方都有防水，超酷的，而且它那个片量又很漂亮。这样我的糖果跟娃娃都安全了，耶！大古快乐背书包是我最喜欢的，而且它的颜色也是我最爱的。我以前妈妈都买那一种卡通图案，我已经国小四年级了，没有很幼稚了，但这一种同学都觉得很酷。我给他去游乐园的时候，我也要背这个哦。现在国小四年级，132公分，妈妈帮我挑小学生款，很适合我。我最喜欢 Gargoods 快乐背书包，耶！啊呼。